千分的得分，所以这个他个人就有至少这两项蛮重大的一个记录。洪振明的部分呢，在本季如果能够打77分打点的话呢，可以到达700分的打点。这个球就打到了三游金，游击手横移接球之后传向一垒，形成了三出局。三局打完之后呢，两队的比数还是僵持在1-1平手。